请您欣赏《斗公训女》，表演者烧饼曹鹤阳。给您换一场，真是的。哦，哎，这不是后边的吗？这昨天王云平撞坏了，还没修好呢。这个刚才是我们这儿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哎啊，这个张鹤伦、郎鹤炎，对，两位说了一段叫学歌曲，又叫歌曲漫谈、没错，下去休息休息啊、这回把您换上来了，该我表演了。认识您，我也认识您，看您啊有点什么眼熟，是吗？是不是您叫曹鹤阳？爷爷在此。套什么近乎啊？你这就是跟您来说相声啊？是是，真是，哎呦，一种荣幸。哎呦，您客气了，真是一种荣幸。啊、谢谢。哎呀，真是今天也是天津德云社这个两周年呀、纪念演出倒数第二天了，第六场。哎哎，对，不容易啊。啊，演员很辛苦，演员已经很累了啊。主要是师傅很辛苦。对对对，一连七天，哎、对，天都在。嗯，您说的不错，还行也。哎呀，真是特别荣幸跟你们在同台演出。哎呦，哎呀，真是。说实话，您啊，真的有机会吧？干嘛？有机会啊啊，有机会那个，这个咱们到别的这个舞台上，咱再切磋切磋。别的舞台，对对对，确实不是我们单位有舞台，有剧场啊，这是可以切磋呀。不是说真切磋，不是说那种，那是什么呀？比如说您不说相声吗？啊，相声演员没错，偶尔演话剧啊，这个我也参加过，跨行啊，对，来，我也跨，你也跨啊？怎么着？那您跨的是哪个行业呀？哦，和聊这么热闹，您不认识了，现在不认识了，哦，不了解，不了解，不知道了。哎呀，这么多年也是咱深藏不露啊，不愿意往外介绍这事啊，怕那个媒体啊、自媒体啊，他们那个瞎起，主要是。我呢，说实话，大家也都看出来，我这个本人的自身条件也其实比较优越啊。我呢，你别不好意思，你别不好意思，没不好意思，我怕大家伙不好意思。我呢，从事这个戏曲工作。怎么您吃脏东西了？我可能有点上岁了。您能再说一遍？戏曲工作，戏曲工作。哎嘿，您让大伙听听，就您这个破锣嗓子，您告诉我，您戏曲工作，谁信呢？哎哎，这样啊？哎呦，这我这戏一般人我还不认。你回头、你要学我教你。我不学。你真的？我没徒弟啊。啊，我正好收你为徒。不用，我刚收了一个傻子。真的，我收你为徒。不用，好不好？不用。你做我顶门大弟子，那我成门杠了。我不顶门大弟子，行吗？要收我，我不用，咱可以交流聊一聊。相声演员嘛，什么都要涉猎一些，那什么都聊得上。师傅想跟我学，我教他。为什么呀？他天资不够。哟，那我天资更不够了。他不行啊，师傅都不行，他学不会。哎，郭老师唱戏条件那么好，不是一个戏，哦，不是一个种类。哎，对了啊，对了，唱戏讲究吗？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啊，这是地方戏啊。哎，南昆，南方爱听昆曲，对不对？北弋，弋调高腔；东柳，柳子腔；西梆，梆子腔。这你看，别看不会啊，但是什么都懂点，还了解。那当然，我们啊，就是各位没听过那种什么呀，弋调高腔。高腔。哎呦，您等会儿，是腿挺长的，小脸画的挺花的，将是那个吗？您说过年来那个啊？对，不是啊。那就对了啊，弋调高腔，对，就说的就是弋调高腔啊。对，你刚才说高跷，我以为是踩的那个呢。没有高跷，你现在这个范儿就像站在两个柱子上。没有，你没有师傅呢，天资不够，他上不了高跷。我也没明白为什么上不去。陶阳也要学，我就不让他们去啊。对，师傅跟陶阳是一个高摔地的狠，我跟你说。
行行，我明白这意思。哎、一调高腔，哎呀，高腔，高腔，不是高腔。对对对对对，不是这样那个啊，哎，是那样那个啊，那样那个。哎，这个还真是。这刚才说这四种里边，这一调高腔现在基本上就没什么人唱，哎，还很少有人知道，除了在相声舞台上，我都没听过。是，确实这个传承基本上少少少。哦，就您会这个？对呀、啊，我这是家传，还是家传？哎，一辈儿一辈儿的呀。哦，那是不能断的传承。对呀、啊，你想，这个我爷爷传给我父亲，哦，传辈儿嘛。我父亲啊，传给我，嘿，我传给你。我知道师傅为什么不学。传辈儿，我想教你嘛。不，你想教我，我也很有艺术吗？我们只需要了解，有所涉猎就行了，不用非得学的特别精。哎呦，你真是，你不爱学习是吧？但我，你看听我这话茬，多少咱们懂。你不要抹完鼻涕往我这蹭，没流鼻涕。刚才刚划了完，我看见了，没有，就是有油。你别叫我来。你说你，我就说这意思啊！您听我这话茬，就是多少我了解一些，不需要传承跟学习，也会也会一点儿。又说相声还会这个的少啊？什么都得涉猎一些嘛，行吗你？你还可以，那赶上了，怎么了？大家伙也算是买着票了吗？对，不买票人进不来啊。咱们今儿给大家伙好好唱。别咱我不是，我是有所涉猎，你不是专业的，我你不会点吗？咱给大家伙今儿咱各位天津观众朋友们来早了啊，我给你们好好唱，真的。你等会儿，你这么我今儿这嗓子确实，哎，也确实比较在线，我跟你说这么不害臊，我啊，我轻一我不唱。不是，那你别拉着我下去，你清唱一段给大伙儿展示展示。高腔没有清唱的啊，都是台唱。哦，还得一个人唱的啊？那没有一个人唱的。行，那为了让大伙儿听听您这艺术，那我就搭个架子。行，行不行？行，你搭个架子。行啊，然后咱们踩上去好不好？我就这我盖梯子了。搭架子干嘛？咱俩得唱起来呀，别搭架子呀。都家传了，我这不是紧张吗？哎，你不用紧张，家传太多，我还好多家传的。行，那您挑出戏，我看看咱唱哪个。别我挑啊，我知道您会哪出啊。万一我挑一个您不会，怎么办？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多尴尬。那是。哎，我想想啊，我会的比较多的一出戏啊，《全德报》怎么样？全，你还知道《全德报》呢？当然是经典的戏，一调高腔里啊。哟，那你给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个戏传到现在啊，还剩这么八本。哟，头本官坊，二本别女，三本入府，四本招赘，五本洞房，六本训女，七本考童，八本荣归。对不对？没毛病，多少咱了解了。故事的剧情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唐末宋初的时候，也就是五代残唐的时候，有一位落魄的将军名叫高怀德。高怀德少不得志，妻子亡故，留下一女名叫桂英。因为高怀德的父亲跟后周红主郭威有仇，所以他不能出仕为官。怎奈得家境贫寒，无以度日，无可奈何之下，就与窦燕山窦员外借了这么文银300两。随后命他的义子高同前去贸易，就是到外边做生意去。结果高同一走3年，了无音信，这300两文银还不上。说这一日，高怀德行事在大街之上，见张贴招贤榜，国舅招考武状元，心想我何不借此机会更名改姓，进京求取功名？但转念一想，不行，家里有个17、18岁大姑娘桂英，无人照料。回家以后，就与高小姐商议此事，命她去窦府为奴，就当这300两文银的利息，是以权信义。高小姐深明大义，当即点头应允，还立下一纸文书。高怀德走后，高小姐拿这文书进了窦府，跟窦员外讲说真情。窦员外通情达理，非但没有让她为奴，反而认她做义女，还撕毁文约。说这一日，窦府来了一位投宿的公子，此人姓石，名叫石守信，真是文武兼备，盖世英才。谈话之中，窦员外对他十分的喜爱，决定把女儿许配与他。洞房花烛之夜，石府老爷见高小姐满脸泪痕，大惑不解，追问之下，高小姐双目垂泪，这才哭诉前情。石府老爷听罢以后，心中暗讨大耻，罢了啊，高培德就是我这个嫡亲的岳父，真乃是信义之人，我何不借此机会进京求取功名，待我恭许双双得种荣归之际，再与小姐完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高小姐当即点头应允，索性半夜时分大开后花园门，就放走了石守信。次日清晨，老员工见后花园门大开，马棚之中不见石府老爷，马匹大惊失色，急忙禀告。
是堂前韵德，这就是道光训女。好。知道跟演员见号不容易啊，知道这个剧情。上一次还是前天，昨天都没出来。哎呦，不容易啊！这就是你卖力气啊！你看看我的，怎么着？我也得卖力气。哎，是不是八本吗？啊，我全唱了。不行，不行，别走，来来，别往外扒了，不行，八本唱。别走，我师傅直接回家睡觉去了。八本都唱完，明天晚上演出都耽误了。一帮师傅那儿打你，我这嗓子顶得住，我说不了太长。你不就是给大伙儿展示吗？呀，展示咱也卖力气，是卖力气。哎，好好的，你说多少斤的活我没干过。你是把那高跷的杆坐里边了，是怎么着？你这么激动？我得使劲儿，我使劲。总唱戏有这么使劲的吗？唱戏不都这么使劲？你再这么使劲，你手机还得碎。我告诉你，别老提这事儿。哎，我告诉你，咱就唱一段给大伙儿展示，好不好？好，就《窦公训女》这一折最精彩的戏骨。行。我有点不想跟你唱了，行行吧，行，那咱们现场开始啊，来吧，那咱先搭个桌，干嘛呀？区分一下前后台。哦，这就开始了，哎，开始了，干什么呀？没问题，没问题，咱就以这个桌子为界。好，桌子前面就是前台，桌子后边就是后台，这边是上场门，这边是下场门。用什么门？不是，喂，这是哪吧？啊，前台那儿呢？下场门这儿呢，后台这儿呢，上啊不是这个这儿台这儿下场门上场门上场门这儿下场门这儿前的后台这儿，你他妈倒腾他干嘛呀你？我不怕迷路了吗？对不对？来吧，屁大点地方能迷路？我怕迷在屁里吗？别那么多废话，咱主要在这表演。行，行吧，少凳子啊，还少凳子啊，来吧，我先拿去。你行吗？行，我先呀，我使劲儿啊。我挺累的，行啊，拿凳子啊。这样咱们没有乐队，回头给大伙展示吧。啊，我上场，您打家伙；您上场，我打家伙。行，那咱们就开始分个角色，准备准备。哦，还分角？那当然得分角色呀。哎，这大家伙都明眼看着的，不用分啊，不用分，怎么着？都是你的。都是你的，你干嘛呀？哎，我回家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唱八本让师傅回家，现在你也回家，我得送他呀。他会开车，不来这套啊。咱俩分一分好不好？分啊，分行，分一分啊。那您先挑角色，您展示吧，您先挑。我不知道您会什么呀？这人老让着别人，多新鲜呀！学会谦让吗？行啊，专业的就不一样。那我先选了啊，您来吧。哎，我想想啊，那我来一个斗公，那我斗母，好不好？我斗蛐蛐，我斗油葫芦，不是，我斗大人，我斗小孩，我斗小黑小子，那我斗大老娘们。行了，怎么乱七八糟的？斗燕山，斗员外，简称斗公。哦，我呢？你斗夫人，那不还斗母吗？这话倒没毛病。啊，行了，这两个主要角色分完了啊。咱们两个关系就是两口子。那我听名字都知道啊。哦，两口子，夫妻两口子。哎呀，行，你有什么想法啊？不是，我就问清楚了，是夫妻两口子啊？问清楚是咱就演完就完是吧？啊，对，演完了你送师傅回家，你有什么想法你跟他说。哦，就是您不跟我回北京了是吧？回回回回，还得回的啊，还得打我是不是啊？行，后边还有几个角色，咱们分一分啊。好呀，为了剧情的完整啊，没问题。我看啊，您选一选啊，后边有个院。院子摔开老生大段的唱，这戏全看他，我来。哎，专业，这吃功夫呀，当仁不让，看功底呀。好，后边我想想，后边啊，还有一个丫头，端茶倒水没什么事儿。想想嘴脸，你知道吗？后边还有一个石守信是高贵英的丈夫，记得我来。啊，还有一个高贵英，石守信的夫人，我来。哦，还有一个高怀德，高贵英的父亲，记得我了。怎么地呗？啊，还有一个高彤是高怀德的儿子，你来，我来，我就知道。来来，这喊什么呀你？啊，我这算了，哦，我不是你儿子，就是你媳妇儿，我还你媳妇儿呢。行了，这你这。
这这你抬什么杠啊？是不是？行行，那咱就准备开始啊，开始呗。那就是没有文武场面啊，您上场我打架，我上场您打架，没问题。哦，没问题。我稍微化化妆啊，化妆。我稍微化化妆啊，把我这个女性啊、知性那个美呀、啊，我展示一下，是吧？咱到待会儿呢，稍微万要有吻戏。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哎，晚上吃的面。我吃了六碗饭，没事儿，这都不行。万一我说就没有万一，让大家伙区分一下。不用了，你就来，随便区分一下，稍微区分一下。那怎么区分呢？就包了头啊，简单处理一下。简单的就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女性的标准，让大伙儿好认，男女能分得开吗？对对对对。好，我娶了个媳妇儿，这悍匪呀，这怎么着？什么模样啊？你戴着就不像好人，你要不穿大褂穿半袖，你就是健身房帮主。哎呦，啊，不是，这确实不太女性化的台下，这不女性化吗？女性化，好看，好看，好看，你让他使得这样的行为演戏，这不女性化吗？你要明白，你别告诉我你要掰一花别这儿啊。我这样吧，好好好好，你先就这样，稍微的吧，稍微的，稍微啊，好不好？就是从表演上处理一下你的状态，是吧？好吧，我稍微的再给您接个发吧，接一接，啊，这还来小辫儿啊？对，接一接，对，这样是像女的了啊，这是属于是大辫子了，这就是啊。哎，您爱那个马尾吗？马尾都是马尾啊，哎，单马尾，我这行吗？啊，这个这像吗？啊，行，爱不爱？哎，喜欢这个发型吗？行，就那么回事儿。不喜欢我为你现烫啊！不用不用，这样吧，来，你老行行来，行，我上吧，您打架。您主要看我这个女性的这个媚劲，让大伙看完不吐就行。没事，放心，大家伙都消食了。来了啊，哎，来了，开始。咚咚咚咚唱，咚咚咚咚唱，咚咚咚咚唱唱，咚咚咚咚唱。怎么你跑成训狗？干嘛不用？我就卡在这儿了。废话，你翻包翻包，你乐什么呀？训狗熊说出来字正腔圆，这话太突然了，这点不打架了吗？不对，打架你给大伙展示一吊高枪啊，冬秋锣。冬秋锣什么什么冬秋专用的乐器，一打起来冬秋冬秋锣呀，哦，还是这老调儿吧？这儿有老调儿，来，就打这个啊！冬秋锣，哎，你就别来这有锣啊！没有来啊！冬，什么意思啊？别怎么听不习惯了是吧？来啊！动手，你怎么？我跑这蹦迪来了，这太快了！你蹦迪吗？你带我去过，你忘了吗？啊？没有我。干嘛太快了？那怎么着？东抬腿，秋抱腿，卡好点儿走啊！行，放三啊，开始。Thank you.
买票了你？哎，完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是不是，我这努嘴让你过了，我让你。废话，我知道你一努嘴让我过来的。我已经进入人物，我不能瞎说话。我说努嘴，请你过来了。提前说通场上不完了吗？行，现在我不专业，好不好？还是要我上啊。恩臣东桥，东桥，东桥，东。来这半棒，招来嫦娥青花，这事该你了。德云社两周年还有一天呢，怎么样宪兵你太水了，你还有一天呢，太水了。我都会即兴吗？您别介，咱不是啊，不是在相声舞台就一定要即兴啊，怎么传统戏曲这块你得按词儿唱，怎么唱啊？得吓我一跳，怎么样，咱们这是一副对联，我这是对河马下河，我这上联，您对我这下联，我这是招来嫦娥齐永贺，那我对什么呀？仙人堂前立绮罗，哦，上下联，对啊，早告我呀，不一副对了啊，招来嫦娥齐永贺，仙人堂前立。越唱越低，不知道以为谁家出殡呢？啊，夫人，啊，汉子，汉子，咱是正经夫妻啊，什么叫汉子呀？不是，这是您，你得叫我老爷啊，老爷，什么老爷？什么？啊，夫人，啊，老爷，夫人请坐，老爷请坐，夫人请坐，坐吧，坐。废话，往我腿上坐像话吗？那往你脖子上坐呀，我怕你再拉出来。干嘛呢？自己找凳子去啊。你给我搬啊。谁给你搬？刚才我告诉你们还少个凳子，搬去，然后我就走了。我搬我自己的，我凭什么给你搬啊？这就是旧社会的糟粕。你现在在家，你不给你媳妇搬凳子，你看着都。哪儿那么多废话？你搬，你还敢抽我这儿啊？你跟你媳妇长吗你？屁颠屁颠你就搬去了，汉子绝对是个汉子。你搬啥还挺沉，你搬点什么玩意儿啊？怎么你那接药接腿不行吗？啊，行，不叫接，有什么钻什么呗。啊，夫人请坐，老爷请坐，夫人请坐，坐。你别在院请。啊，夫人，老爷。我说夫人呐，咱们适当的遮一遮吧，咱能别劈着大腿坐这儿吗？这有什么仇我干嘛跟活土匪似的？你这凳子怎么坐？这就这么坐吗？你矜持一点好不好？稍微矜持一点，不穿着打底裤呢吗？他不一样，我戏曲舞台你得注意形象嘛，对不对？我还得注意形象，对。这看不见都，跟家里边怎么来怎么舒服啊？咱是跟家里的，怎么都这么多人看着呢？你注意点，注意点啊！你现在那儿应该换个鱼尾，这回不像鱼尾，像海狮了，这回。啊，夫人，你是看我看腻了是吗？早就腻了。啊，夫人啊，老爷，夫人呐，老爷，我来问你，说，你我的女儿哪乡去了？哪儿去了呢？你我的女儿哪乡去了？
哪想去聊？哪儿去聊？哪儿去聊啊？问你呢，哪儿去聊？哪儿去聊啊？哪儿去聊啊？洗胃澡，洗胃脚，拍早点去。我知道去哪儿啊？这么大闺女爱去哪儿去？听相声去啊，听相声。闺女丢了，她都不带找的，就自己天天在家就这么待着。什么了？得问你啊！废话，我这不舒服，捯饬我自己跟喷井似的，我愿意呀、啊。你爱怎么做怎么做吧，不管了。再说这有你的词儿啊，词儿啊，妾身不知，但听怨子一报。告我不就完了吗？你做出来演员还不告诉你？又说我瞪眼。哎，大男子主义。啊，夫人，活活不干，钱钱不挣，天天对这伺候我玩。能过过，不能离啊。啊，夫人，说。你我的女儿哪想去聊，爱去哪儿去哪儿。妾身不知，但听院子一报啊！天当秋官时候，为何不见园子包来？包来吧。为何不见园子包来？为何不见园子包来呀？包来，包来呀！包啊，包包包包！哎哎哎哎哎！干嘛？你抱我干嘛呀？我抱你，抱谁呀？啊、哦！我抱谁谁不打我呀？我让你抱就抱人儿啊！我让你抱事，抱什么事儿啊？你先演的谁？豆母啊！你正经点儿，豆夫人。对，你演的夫人，你后边是不是应了一个院子？对，衰派老生大段的唱这戏，全看他了，对不对？没毛病啊！这块该院子上场啊 ！OK， 哦，那我夫人怎么带着呢吗？我这夫人，夫人行，夫人就是个牌匾，就立这儿了。死了。什么叫牌匾呀？不需要了，已经啊！你后边赶院子就在这儿了。对对对对，放这儿了，放这儿放这儿。哦，行。啊，夫人啊，老爷爷，我来问你，说啊，你我的女儿哪想去聊？妾身不知，但听园子报来。啊，天到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报来？为何不见园子报来？为何不见园子报来？报来报报来报报。这个院子可能是个特种兵，合适，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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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干嘛来了？啊，得有事，有我事，什么事？不知道什么事？你别起了，什么事？不知道你来干嘛来？事，我不知道什么事。哎呀，就这么一句，什么事？我娶的这是个什么？你别捂那么严，好，别捂那么严。就这么一句词儿啊，哎，刚起完，输脸都不喜欢了啊！多谢骑兵老爷，大事不好！骑兵有骑兵，没有骑兵，你不说骑兵？骑兵老爷大事不好！哦，骑兵老爷，对，骑兵可不好啊！情绪太低，你说急，怎么现在什么都害怕呢？我现在什么都怕。齐明老爷大事不好。哦，齐明老爷，你别老捋这个，你把那小辫给我撂下。哎呀，这个缠脖子，缠脖子。哎，齐明老爷大事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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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昨夜晚三更时分，石鼓老爷我家小姐在后花园中洒泪分别。就是这词儿，就是这词儿。来，我来了。阿夫人，老爷，我来问你，谁啊？你我的女儿哪想去聊？妾身不知，但听园子一报。啊，天当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园子？为何不见园子？宝来，宝来了。何事？齐明老爷大事不好！哦，昨夜晚三更时分，石鼓老爷与我家夫人在后花园洒泪分别。这不好吗？你先别，我媳妇跟人跑了，我媳妇跟人跑了，别嚷！小姐怎么会跟夫人跑了呢？谁跟夫人跑了？没人跟夫人跑了，那谁来了？谁走了？你得问石鼓老爷跟小姐，那夫人去哪儿了？夫人立个板在这坐着呢。谁跟小姐跑了呀？石鼓老爷。石鼓老爷跟小姐跑了。小姐跑了。哦，没有，你不就是夫人吗？哦，我就是夫人。你要跑了，你能在这儿就这么待着吗？夫人你在吗？我在呢。您
人来吧，来呢。啊，听我来啊！天道这般伺候，为何不见用安子宝来？安子宝来，报，动作来，动，何事给老爷打？十八号，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国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砸擂分的比，你乃怎讲？砸擂分的比啊！跟谁呢？你跪坐在这边呢？你，你老大老大了，你老打人呢？你废话，打就是你，凭什么打我呀？跟我这瞪着面，你，我是你老爷，我是你爷爷。你穿我的，不是你行，你等等，你就还我，你就还我干什么？别让对方问你，问你，哎，你谁？我是你老爷，你什么老爷？我谁？你还得问我。臭说相声陶小阳怎么了？随便的。我问你，我戏里演的谁？哎，演谁？窦公。窦公好，我窦公，你演的谁？我窦母。你那叫窦母，你后面赶的谁？赶院子怎么了？哎，院子跟我这窦公什么关系？劳动合同关系。你别给我掰这个，那会儿没有劳动活动，不行，我强制执行你。你甭废话，咱俩是主仆关系，对不对？主仆关系怎么了？我现在跟你说，咱律师界咱可有朋友。你甭我说那玩意儿，那会儿来说主仆关系，我是老爷，你是仆人。我这老爷在这一发威，你奴子们上来就打，是人吗你？有你这样吗？现在社会真好啊，各行各业都应该是平等的。你瞅我瞪什么眼呢？你废话，我是老爷。再说，这是剧情需要，这是我老爷的做派，非常气质啊！是冲你吗？夫人跑了，我都没这么着急。哦，你做做派？哦，你一生气你就这样发威嘛？哦，你发威就这样啊？给我捡回来！哎，这不用，还不用，你得有点奴才那个觉悟，知道吗？你这会儿就应该跟那老话说的，主人发威，奴才撒衰，应该是这种劲头的。那我，你发威，我怎么着？你撒衰呀！你来，你好意思？你来，不是让你真撒死？你他开润，他开，你开的。我是说那种表演状，这不是公共厕所，表演状态可不懂。你这会儿应该是做不完了，上天无路啊，入地无门，地上的地缝你都恨不得钻进去，抖如筛糠一般，懂不懂？我知道我那座位，就那个，你开着被动那种状态，你知道你不演刚才啊？打我干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地有个地缝的钻进去，对，都不筛开。对，就这意思。哎，明白了吗？来来，我会，重新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好好的啊，没问题，不捣乱了啊，行，哎，服了，来，陈特，我什么时候够？我一发威你就过好了，陈特，你什么时候发威？你一报完事我就发威，好嘞，陈。你哆不哆嗦？我哆嗦什么呀？你哆嗦。你再说我抽你啊！特冬秋，冬秋，冬秋。懂？又是那半道，我老以为后边飘一魂呢。嫦娥秋后仙人堂前列绮罗，啊，夫人老爷，夫人请坐，坐。啊，夫人坐。我来问你，说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妾身不知，但听幽安子一报。天道这般时候，为何不见幽安子报来？为何不见幽安子报来？为何不见幽安子报来？报来石国老爷大事不好，何事？昨夜晚三更时分，石国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砸擂分的比。